那我觉得今天下午呢，我们希望能够在比较轻松的一个环境之下呢，跟大家做一些交流。那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郭，我叫郭念慈哦，英文名字叫 Sylvia， 以后如果见面的时候呢，都可以叫我 Sylvia 就可以了哈。那我目前在 Schneider 负责就是楼宇事业部哈。那那个我来这个公司呢，大概是第六个月，好，所以那个在这个行业呢也算是新人哦。那刚刚见到几个这个资讯界的这个老朋友，看到那个名片就觉得非常的那个亲切哦。那那个希望呢，待会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分享当中呢，可以让各位了解到说，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走向哦，为什么我们IOT 哦，在那个几个资讯大佬的一个引领之下呢，现在已经走到这个 building 这个产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发挥我们 IT 人的精神哦，然后在这个 building 这个产业呢，能够让 IOT 呢能够真的是发挥他们的潜能哦。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几个就是整个世界市场的一个趋势。